儿童青少发，综艺期待文化成长法。那今年的课程也很丰富，也很好玩。这是超过1000年的歌，从那个三一直唱。第一年很可惜，第一年没有。我跳出来说，说他们对自己的部落认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。孩子一批一批上来，他们会懂得说我要去带上面。我在第一年就放弃掉，似乎现在就看不到他们了。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么小些部落，这么小而美，你非常团结。50岁的鼓舞60岁的，60岁的鼓舞70岁的，那么70岁的呢，就当一个宝。我们的观念就是什么？不能只有教一些教会的东西，我就会常常说，哎，会带他们出去放活动，自然而然，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。我们不是因为反对，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她是女生，所以我就要喜欢她这样子。然后到国中，就是完全意识到，就是自己真的喜欢男生。一辈子漂亮这么一次，一定要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。上次化妆什么的，印象中好像是结婚吧。我自己穿很丑没关系，你看我平常我也不会去打扮。啊，照顾别人小孩，我是觉得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小孩长大我就自由啦。凡事有播报了新闻提报，本间大乐透开奖号码08、22号、23号、39号。我无包白买中乐透。南北二路的大病院，医生跟我说，这个病如果没做骨髓移植，我10年的几率是60%。这到底是要怎么决定？中过大乐透的我，也一时无法决定了。没有想到我会嫁过来台湾，然后根本都没有做过梦会过来台湾。我儿子很节省啦，他自助就是比较有啊，我不会讲。为什么你说你家己的代志？我是明明是你们的媳妇啊，为什么你把我当是别人？我甲伊讲，你若要搁改嫁嘛，会使啊，因为你还阁少年呐。我有啦，接到很好心的婆婆说，你赶快跟我儿子离婚。